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绳头的对接是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方便使用的，绳子不够长了，发生破口断裂，接绳的时候是常用到的。这样的一个平接接对接法，相信大家一看就会，一学就懂。平接最大的特点是越拉越紧，最大的弱点是不易解开，受力时节点会牢牢的缩紧。这时候将两侧的绳头向这个圈内给它穿出去。后方来黄绳，同样的方法，奔前方给掏出来，两侧都掏出绳头，形成这样的两个上下两个圈，拉紧主绳、副绳，同时拉紧，中间的节点会快速形成。此时形成的节点是不缓接、不开扣，实用性是超强的，越拉越紧，这样的接绳结是非常的方便使用的。用完绳子需要解绳的时候，只需要拖拽两侧绳头。上下拖拽两侧绳头，快速解绳，大家请看，非常的方便使用。